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经本，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六面第一行：念处庄严故，善能修习四念处观。这一条啊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。这是道品里面的第一段，啊，在佛法的术语叫这个科目啊的第一个科目。三十七道品呢，分为七个科目，啊，这第一个科目。第一个科目当然也是最重要的科目，啊，是我们入门下手的最初方便。如果不从这个地方下手啊，你就没有办法入门。所以比什么都重要。这四种叫观，观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你的想法，你的看法啊，这个四种，你对身的看法，你对于你这一生当中享受的看法啊，你对于心的看法，你对于心外一切万事万物的看法。如果你的看法是正确的，然后才能修道啊。你的想法看法错误了，你纵然很辛勤努力的修行，你修的都是邪法。佛在经论里头常常提醒我们呢，心正一切法都正，心邪一切法都邪了啊。所以四念处啊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建立正确的人生观、宇宙观。前面三条是属于人生观，后面一条是属于宇宙观，啊，观法无我是属于宇宙观。我们千万不能够疏忽啊！第一叫我们观身不净。你真正清楚明白了，你对于这个身相啊就不会贪念了，你就决定不会为他而造罪业啊。众生造业，为身造的超过半数，为这个身体的享受啊，世间人所讲的身家性命啊，迷于身家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招得来生不如意啊。诸佛菩萨所谓看破，看破什么呢？头一个就是把身家看破了啊，身家的真相啊，彻底搞清楚、搞明白了啊，搞明白
是不是不要这个身呢？不是，要这个身。要这个身呢，替我修积功德。啊，世间人迷于身家呢，利用这个身造作罪业。啊，佛菩萨利用这个身呢，积功累德，那不一样啊。由此可知，身家是个工具，它不是目的。啊，这一点呢，一定要认识清楚。啊，教里面，这是经教里面讲，自他身，一切色法皆不净。啊，我们自己的身。一切有情众生的身，啊，这个色身呢，都是不净之物。为什么不净？心不清净，啊，心染污，所以这个身也就染污。心要清净了啊，身就清净了。这个事情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啊，境随心转，我们这个身跟心相对的讲呢，身是境，是境界啊，是心的境界。身从哪里来的呢？是心变现出来的。啊，佛在这个经开头就讲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我们这个身是从心想生的。啊，你来投胎的时候，你有想啊，那想才变成身了。啊，你为什么长得这个相貌啊？这个相貌是你在投胎之前想的。你喜欢这个相貌，它就变现这个相貌，从心想生的啊。所以世间人讲遗传，哎，儿女的相貌很像爸爸妈妈，它不是遗传，在佛法讲是你喜欢爸爸，喜欢妈妈，喜欢他那个相，自己就变成这个相，哎，这个不是遗传，这是想象。啊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所以古人有所谓呀，四十岁之前是受前世的影响，四十岁之后啊，你的身体相貌要自己负责任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这是这一生当中你的妄想，你的思想。会改变你的容貌啊！如果你的念头污，行为污，你的相貌越变越凶恶。你心地善良、慈悲，你的相貌越变越好。这就是这个道理啊！四十岁以后啊，自己身体健康、容貌啊，是要自己负责任的。从你的容貌，从你的体质，就知道你平常想的是什么，思的是什么，念的是什么，很有道理啊！如果我们都能够依照《十善业道经》来修行，啊，前面。世尊在总纲领里面教导我们，昼夜常念善法，昼夜不间断的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你果然照这个修啊，那你的容貌一定跟菩萨一样了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
啊，我们今天的体质相貌没有达到菩萨那个水平，就是我们纵然是修善，依旧夹杂不善。啊，所以这种殊胜的果报啊，我们没有得到。啊，一个人修行有没有功夫不必说啊，一看你的面相就知道了，啊，看你动作就晓得了。哎，你有没有功夫？你的功夫到什么样层次？这哪里能瞒得了人呢？啊，瞒别人呢，那只是瞒世间愚人。啊，有智慧的人，明白的人，你瞒不了他。啊，诸佛菩萨绝不糟蹋这个身体，好好利用这个身体，所谓的是借假修真。这个相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这身相也是虚妄的，借这个虚妄相修真的。啊，真的是什么呢？真舍智慧。啊，这个《无量寿经》上给我们讲了三个真实。啊，开化显示真舍之机。啊，这净宗经典说的，真舍之机就是禅宗讲的心性，开化显示那就是明心见性。这是真的，明心见性是真的。住真实慧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住真实慧是什么？是四念处的第二条。观受。啊，住真实慧，那这个享受好啊。哎，这就是六祖慧能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说的弟子心中常生智慧，他住真实慧，他不生烦恼。啊，第三个慧与真实之力，这是他受用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住在这个世间，对于一切众生要布施供养真实的利益。佛菩萨住世啊，只有真实，没有虚妄啊。你说他们这个享受，受就是享受，真的是至高无上的享受啊，是智慧，决定不是烦恼。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，应当要明了的。啊，第三条叫我们观心无常，这个心是念头。啊，这个念头是虚妄的，不是真实的。真实的《楞严经》上讲的常住真心，常住是永远不变的。啊，诸位要晓得，真心是永远不变的，清净即灭。啊，我们现在真心里面起了念头了。啊，这个念头叫什么呢？念头叫无明。啊，无明是个动向。真心是极静的，它不动的。佛家讲修行，修行里头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就是禅定。啊，为什么佛教这么样重视禅定？禅定不是说禅宗修禅定啊，八万四千法门
门门都是修禅定。大家要懂这个道理，念佛也是修禅定啊，戒定慧三学嘛。你离开了定，哪来的智慧啊？禅定生智慧啊。这个乱心生烦恼啊，乱心是什么呢？就是杂念啊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就生了。六道凡夫个个都是这个样子，一天到晚起心动念，永远不会停止。你要把这个念头停止，止就是定，止观。真实的功夫是怎样把我的妄念止住，八万四千法门就是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手段把心止住啊，杂念止住啊。我们敬宗这是所有法门里面最方便的法门，是用念佛。用念佛这个方法把我们的妄心止住。六道轮回，三恶道，无量劫来我们所受的这些苦难根源是什么呢？就是妄想，这就是妄念。所以佛教给我们这个好方法了，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念头止住。所以以一个念头把一切的念头啊都打掉。念佛怎样念才功夫得力呢？妄念才起，阿弥陀佛就把这个念头压下去。一切时一切处要有高度的警觉啊！这个念头无论是善念是恶念通通要打掉啊！为什么？善念是三善道，恶念是三恶道，都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超越六道轮回净念啊，要懂这个道理啊。世间人知道恶念不好，善念好啊。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！善念是好，三善道福报，福报是想得尽的，想完之后啊，好，恶业又现前了，所以这是不究竟法啊！究竟法了，这大乘里面所讲的两边不立了，中道不存了。善恶是两边的，两边都放下了，中道的念头也没有。这个时候，常住真心就现前了。常住真心现前，才是住真实慧也。真实慧就见到宇宙人生真相了，真相就是心性啊，就是无量寿经上讲的真舍之际啊，你才能见到
啊，才能够证实。啊，然后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自信里面本具的大慈大悲慈悲心现前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听天主教在给我们讲道的时候，啊，爱心呐，啊，他们讲的确实，啊，没有佛经上讲的这么清楚，这么透彻，一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许哲讲啊，爱就是宗教，啊，李牧原问他什么叫宗教，爱就是宗教。这个爱是自信本具的大慈大悲，里面决定不夹杂情识在其中，夹杂情识那个就不是自信了。所以佛法里面讲慈悲呀，讲四种爱缘慈悲，众生缘慈悲，这是六道众生有的。啊，法缘慈悲，菩萨有的。无缘慈悲，化身大士有的。啊，化身大士无缘慈悲。在十法界里头，四圣法界了，那是法缘慈悲。六道里头啊，只有爱缘慈悲、众生缘慈悲。为什么？它有情识在里头。无缘慈悲是无，是没有情识了。啊，完全是自信本具的本能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。妄念不是好东西啊！我们今天要思想不是好东西啊！你看看中国古人造字，中国人是真有智慧呀！啊，思，你看看思那个字是什么样子啊？心上面画了一格一格的，那叫思啊。想呢，想是着了相的。啊，心里头有个相，着了相了就叫想啊，心里头起了分别就叫思啊，思跟想都不是好东西啊。你把那个个字拿掉，相拿掉，那个心叫真心啊。有思有想，六道凡夫啊，思跟想拿掉了，你就超越六道。所以中国的文字充满了智慧的符号啊！古人造作这个符号啊，就是叫我们要开智慧，一看就明了了啊！你能够不用思想，那你就用的是真实智慧。你用思想就把你真实智慧障碍掉了啊！所以一定要晓得无常的心不是真心。最后教给我们啊，对于自身有正确的观法之后，你再放眼世界啊，我们这个身外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的世界，这法，佛用一个法字做总代名词啊，万法皆空啊，万法缘生啊，凡是缘生之法
都没有自性，也就是说没有自体，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无我啊。啊，我就是一个自体，万法没有自体，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讲啊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这个观就是四念处观，啊，四念处佛教初学，因为一切有为法皆是梦幻泡影，你怎么个观法？佛具体教导我们，你观身，你观受，你观心，你观法，啊，你这四个方面仔细去观察，都是梦幻泡影，都是了不可得。啊，《金刚经》上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三心不可得，那不可得就是无常啊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学佛的入门，首先讲看破，这叫看破。啊，你没有这个功夫，你怎么能入得了门？啊，我在学佛，接触佛法大概一个星期，啊，不是一个月。一个月我就遇到张家大师，啊，头一天跟他见面，他就教我看破放下，啊，看破具体是四念处观了，啊，看破这个放下了就是道品里面的四如意足，啊，四神足，四神足是放下，四念处是看破，啊，四正勤就是十善业道，断恶修善，啊，积功累德，这个是佛法的基本法了。离开基本法，无量无边法门，不论你怎么样去勤修，最后都会落空。你没有基础，你学习没基础，啊，所以基础比什么都重要。